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，今天又在整理多肉，然后砍到很多很多的砍头头。我看一下有多少人，今天请了三个人，还有我两个妈，还有我姐，还有我，这是多少？三七。今天我们七个人在整理，还好今天的速度还是很快的。这会儿带大家去后面的地里看一下我们整理的那个效果。还有整理这边晾多肉的地方，全部都要整理了，整理了要准备晾肉肉了。看我们家后面这个包菜，这个包菜人家都在弄了，这两天正在弄，好多人应该请了好多人在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小兔子，小兔子今天也捉回来了，有两个刷蕊的了嘞。慢慢打开，你还不爬，这两个动都不差动一下。灰兔子跑过去，看好多人都在接砍头，全部砍头。这边就上面一排架子，这边两排都已经空空如也。啊，下面的都要剪。给大家看一下大棚里面，大棚里面也算是清理完了，摆好了，足足腾了一个空架子出来这边，然后这边全部都摆得满登登的。好像还有一些肉肉还没有摆出来，你看这里，这里的这个约瑟林都还没有摆出来，摆上也应该差不多。诶，我今天看了一颗白腹，冒了好多好多的崽，我去找找给大家看一下。找到它了，你看在这里，这里爆了好几个崽，之前还没注意，今天整理的时候一下，哇，这么多崽崽。我发觉这个还是要肥力足才容易爆崽。刚刚拍着拍着，然后相机就没电了。刚刚那叔叔帮我把那些砍头的全部搬前面来了。自从上次给大家拍过，就是发过那个砍头的以后，大家都在问我妍妍给我们弄一点砍头的嘛，砍头的嘛。但是大家都知道妍妍弄了那个新大棚，现在自己的棚子都没有铺满，所以说暂时性的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就是发那个砍头的了。你看这好多，以前我第一时间看见这么多砍头就哇好多呀，好安逸啊，现在就是哇挂了好多呀，呵呵，挂了好多，遗留了，这都是遗留下来的，这得多少盆，挂了多少盆，然后成就的这些砍头的。看嘛，像那些杆子特别长的呀，有一点不好的呀，我全部都给它砍头了，全部重新种，重新种了，让他们自己包头。像这些老款的这种莎莎女王，这样子我就会把这些叶片掰一些下来，正好叶茬砍头下来的，然后重新上盆儿，那个一点的就那啥，就直接种嘛，种了还可以弄一些叶茬，正好这个季节种正合适。好多砍头的，有的超级大的，像这种呀，全部都给它砍了。只要是散群的那些东西都全部弄了，现在自己种的话就慢慢慢慢的给它精细化，单头就是单头，群生就是群生，爆崽的就专门用来爆崽。这边还把一些什么像这些秀妍呀，就是长得死气沉沉的，也给它全部都那个了，都给它砍头或者是修根重新种，因为长太久了，它那个根有可能会是因为缺水啊各个原因，它会长势不是很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拔起来重新弄。其实这外面鹿养在这外面提早遮了薄膜的，我发觉这些都还是没问题的，你看这些之前的那些拼盘都还是长得挺好的，就后面的地里的，难道后面院子和前面院子它双栋也不一样吗？好像不太现实。最近的纸乐还是很好看，我今年我要搬很多很多的纸乐，我要把后面地里能铺的地方全部用纸乐铺。我发觉纸乐虽然会被冻一些，它最多就是把下面一层冻成起气泡，它中心的部分它是不会坏掉的，所以说我准备把后面地里面那些什么斜坡呀全部给它种成纸乐，我觉得还挺好看。这颗冰玉好可惜呀，放在这外面。今天先是修的那个后面，明天就要回家。
明天就要把这前面的也都给整理一下，什么枯叶呀、乱七八糟的，你看这里谁搞的掉了一地，要把它该砍头的砍头，该收拾的给它收拾了。我到时候还想掰一些叶子，像这个清新美人这个品种现在也好少了呀，很少有朋友有了这个，这个也是一个老品种了。明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三轮车，三轮车就这白凤，这白凤不耐动了，过两天给它掏起来，重新翻一颗大的。其他的，你看三轮车里面的，只乐配小草，哈里沃森还是要配一些耐造的品种才行。明天又接着给大家看，反正最近都是在整理肉肉。刚刚给大家看大棚里面的肉肉，结果看着看着没电了，去前面了。刚一看前面的，其实好多肉肉都想给大家看的，就是太多了。就说要不然就等过两天拍照的时候给大家拍得清楚一些。看嘛，像家里面的这些小叮当锦呀、玉坠呀，现在颜值都还是不错的。我发觉只要在家里面待上一年以上的肉肉颜值都是杠杠的。今天把这些小拼盘也都取出来了，你看嘛，但是看着是大同小异，其实它里面品种还是有区别的。这边那雪兔呀、奥普啊、桃蛋这些通通都有。好了，明天我们又继续，明天给大家更新我们掰叶子夜叉掰叶大型掰叶子的现场。明天主要任务就是掰叶子。今天战斗力还是不错的，这边架子排空，然后这边架子第二排都是空盆哈，这里都是空盆，然后这里空，这边也空，然后这边也空的差不多了。那边也是空空如也，那边整理了一些还要好一点。我把法师全部都弄在这一边了，这一排这个地方就靠池塘这一边，然后那边这边这也是空的，然后这里是满满的，这里空空如也，慢慢填。到时候可能还会从大棚里面搬一些出来。我到时候我准备把这一个架子全部弄成一个特价区，可以本地的朋友来可以自己选，自己选这里面的，反正就是统一，比如说5块呀、6块呀，或者这样子统一一个价格，就这样子当做福利一样。本地的朋友们可以就是来妍妍家里了，这边整理好，我会把那边架子上全部填满肉肉，你们到时候就可以自己过来挑选。外地的朋友可能就只能发快递了。